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为了优化网络，亚太电信鼓励民众把微型基地台带回家，翻申办699元方案或三年以上用户都能申请。11月1日起直营门市开放登记，11月15日可取或安装。亚太电信提倡微型基地台，11月1日起直营门市开放民众申请。记者吴佩桦社，亚太电信把这台微型基地台取名为魔速方块，主要解决地下室和高楼层讯号涵盖问题。针对多数民众对家中装设基地台的电磁波有疑虑，业者表示这是迷思，微型基地台的功率其实比大家常用的 WiFi 分享器还低，不用过度担心。亚太电信指出，今年4月取得主管机关同意建制上万台高速微型基地台，现正积极扩展，包括和台铁结盟，首波前进100个车站以及全联超市800家门市等，未来3-6个月大小基地台合计不建超过2.5万座。